我好開心，今次我自己首新歌叫《如初》就邀請到 James Man 成為呢一個MV 嘅女主角啦。佢話佢自己好耐冇拍過啦，心情好緊張，係咪啊？唔係啊 ，OK。但係 anyways， 好玩得咯，好食得，好瞓得，唔係。我覺得我嗱，即係雖然即係我認同叫做即係第一次合作，但我覺得好開朗咯。即係我代表咗好多宅男嘅心情，你知唔知？即係當我知道啊 ，James Man 係應承幫我拍嘅時間，我會願意即係同好多幕後嘅人去研究，究竟點樣可以令到睇完啲 MV 之後，啲觀眾睇之後，哇！如果我係安仔就好啦，即係你明唔明啊？所以我花咗好多功夫喎，你知。所以我覺得對佢感覺係其實好開心、好玩得啦，同埋好捱得，因為佢著呢套和服著咗一日。從不想說謊，愛到這樣飄得過。喺度要多謝啊，侯永啊 ，Winchar 佢作為今次呢個 MV 嘅導演，對上一次已經合作過啦，我同佢有首新歌叫《新天地》，咁而家呢一首咧再次合作，咁啊 Winchar 咧就一直同我咧就喺度研究緊一個劇本，諗女主角啦，諗一個地方啦，諗一個環境，諗一個故仔，一個愛情故仔，得意啲嘅故仔，現代少少，有型少少嘅，咁所以咧，我覺得 Winchar 最啱數啦，同埋佢拍嘅嘢出嚟咧係往往對我嚟講唱嘢叫好突然間有個好靚嘅感覺。好有型。其实咧，我哋啱啱咧拍景嘅过程入面，我哋差唔多接近呢个收工嘅时候，就落咗一场大雨。咁但系咧个气氛咧就非常之好，亦都好啱呢一个 MV 嘅mood 嘅。咁所以系大家都一齐完成咗佢，所以都非常之开心。好靓，快快。好似想錫佢，望佢死佢咯。The Wing Shot 咧喺個雨中嘅時間，即係追追逐逐啦，嗰啲感覺啦。跟住 Wing Shot 咧就突然間咧就好肉緊咁樣講咗句，跟住你揸下 James Man， 揸住佢隻手咁樣，跟住我就忍唔住要 NG 啦，係咯。咁我就忍唔住笑出嚟。我哋嚟到日本咧，都唔知自己嚟日本。既然有支麥喺手啊，不如我就表演。夜枯沙。いつもで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